春节将近，这大理义福新宫这一天举办了春联挥毫活动，邀请到十位的书法名家现场挥毫赠墨宝，有不少民众都是来排队领取，让人提前感受到浓厚的春节气氛。民众挑选吉祥词句，准备排队请书法名家挥毫。农历春节将至，大理义福新宫这天举办春联挥毫活动，吸引许多民众一大早排队索取。写门脸呢？对呀、啊，嘿，对。哎呀，做什么用的？新年快乐被用啊，神明听啊，这样喜气洋洋啊。嘿，对。你每年都会来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每年都会来。阿贵，你爱打？阿贵，你都会来呀？嘿呀嘿呀，大人唔叫我先讲，我做贵女。哎呀。啊，你做啥来啊？我来排第七个啦，嘛无早啦，来到为8:10啦。福新宫表示，邀请书法名家挥毫活动已经持续多年，这次共有10位书法老师参与，有人擅长草书、行书等字体，也有人是专攻画年画，吉祥味十足。我们大理福新宫哦，我们每年都有举办这个挥毫送春联这个活动了，啊，日期大概都是在农历12月初这附近举办，就是附近的里民，我们会通知他们到福新宫来。我们总共有10位的写春联的老师哈、哦，来帮里民写春联，给他们回去过年用哦。这是历年来每年都有做的工作了。庙城广场晒满春联，相当红色喜气，也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氛。新年快乐，好运通通来。记者赖秋峰台中采访报道。